玄武岩、花岗岩和卵石等石料硬度高，在实际破碎作业中属于较难破碎或者破碎成本较高的物料，对这些物料的破碎工艺要设计合理。而在实际的破碎作业中，典型的配置是轭破加圆锥破碎机的工艺配置。圆锥破碎机工作时，电机通过皮带轮和三角带带动设备传动轴转动，传动轴通过大小锥齿轮带动偏心套绕主轴转动，偏心套带动动锥做旋摆运动，使动锥和定锥时而靠近，时而远离压轴臂。物料在压轴臂和破碎臂形成的破碎腔内不断受到挤压冲击而破碎，破碎的物料从下部排出，